这是奇迹啊！昏迷15年都能醒来，他的心智和认知啊，还停留在13岁。镜子里的胖子是谁啊？我从小就幻想着能在那么大的舞台上跳舞，但那一天，神好像真的站在我们家门口。第一，在下皮包师。 灵魂舞者创始，有幸师承现代舞大师Pina Boss。哎，大家 get 到老师的重点了吧？我报名。非常好，听好了，节奏、音乐和快乐。2829。跳舞本来就没有门槛，不要把胖当成敌人，正视他，接受他，驾驭他。 从现在起，迎接华丽丽的魔鬼特训吧！哎，你皮老师不是这种人啊！